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本期呢，给大家带来《双截龙四代》啊，这实际上是一个山寨作品了啊，手感超烂啊，难度也超高。那骗了大叔20多年啊，直到前两年呢，人家官方出了啊真的《双截龙四代》，大叔才想起来，这是一个假的啊，《双截龙四代》。游戏没有跳啊，这个跳呢，其实就是上脚啊，它就跳起来了。然后下脚呢，非常的实用啊。清兵80%都靠这个，然后这是普通的腿，普通的拳啊，下拳就是蹲起来捡东西啊，没了啊，这游戏就这些动作，你需要靠着这些动作来通关。想不挨打是不可能的啊，想少挨打呢，你就离敌人稍微远一点和他拼啊，另外呢也要避免夹击啊，经常保持窜线的姿态。毕竟是一个2D 的轻板动作游戏啊，还是遵循这个轻板动作游戏的一些规律的。啊，离远了轻，同屏人数还是比较多的啊，就是这个打击感实在是，太烂了啊。继续往前走啊，这就应该是 BOSS 了啊，非常的快，非常快。这个 boss 啊会撇车轮，和他打架啊一定要注意节奏啊，这个游戏其实打所有的 boss 都要注意节奏，你就是不要被他那个腿踢到就行了啊。好，挂了。这样第一关过关，游戏一共有7关啊。好，第二关。游戏长度虽然是7关，但是咱们只有一条命啊，这条命没了，就 game over。游戏每关也不是给你加满血量的，它是一定程度上的继承，只不过过一关之后呢，它会给你加一点血。你如果上一关掉的少还可以啊，掉的多了就加不满。没捡到，哎呦我天哪，哎呀，故手残者无药医啊。那个消防栓敌人会捡起来用的啊。我每次都会被砸到啊。哎，这次还可以躲过去了，而且他扔到屏幕外侧了啊。这个妹子还是挺狠的啊，如果你被他近身啊，那他就给你一顿打，掉血会很多，尽量避免那种情况吧。好，离远点踢。前3-4关的难度其实还是可以的。我觉得第6关的难度不能忍啊。BOSS 啊，这货又出现了。掌握节奏，千万不要被他踢到就行啊。好，又过关。第3关啊，哎，这关开始出现新敌人了，风衣男。我这麒麟臂啊，这麒麟臂啊，大家注意了，这啊，某一只手特别发达，某一个胳膊肌肉啊，这个大家懂哈，不做过多的解释了。拿个棍子，这个其实我非常讨厌这个棍子啊，
如果你拿棍子的话呢，一棍子啊加一水饺，可以清这个敌人。但是呢，如果这个战场上有这个棍子，这个敌方啊，小兵就总喜欢去捡，然后呢，走位就变得非常飘忽啊，所以清起来他们就很费劲了。所以我比较讨厌棍子，不想捡。又出现一个火啊！这回他们俩都拿着棍子，而且拿棍子的时候好像是不能捡血的，因为你手上有东西，你不能再捡东西了。这也是我不爱用棍子的原因之一啊。不过清兵确实是有效率啊，有效率，这点咱们要承认。你看他们的走位啊，就是恶心，你知道吗？给了我两棍子，好吧，原谅你啊。来 ，boss 出现，这个 boss 用拳头打。其实你可以冲上去怼他个两三拳啊，但是保险起见，还是一拳。因为被他这个小短腿踢到啊，还是够喝一壶的。你一拳一拳打吧，这样最安全是吧？反正咱们也不着急。这个 boss 很遗憾，他只出现了一次。你像第一关那种啊没什么技术含量的 boss 呢，都出现了两次，好被踢了一脚。好，满血。第四关了啊，哇好快啊，一关大概两分钟左右吧。你麒麟臂又出来了，好减血，那就加满了啊。啊，扔飞刀的敌人出现啊，这个敌人我是最害怕的啊。你看那货啊，好啊，躲过去了竟然。哎呀，我有80%的几率我是躲不过去的啊。你就不会躲着这些拿道具的啊，讨厌的要命。哎，这货厉害了啊。啊，不要被包夹。利用斜向的上腿啊。吃点血补充一下。哎，有电话，那就 boss 来了啊。打这个 boss， 反正我就这样打啊，也是节奏。这些 boss 我反而觉得最简单的是最终 boss 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可以和他拼命，对吧？哦，给了我三拳。他挂了，最终 boss 你可以跟他拼命啊，因为他不扛打。啊，第五关，非常快哈。哎，这里呢，你就先踢下来一个啊，先踢下来一个，这样对面就开始出兵了，啊，开始出小兵了，你就可以清，清完小兵呢，你再去踢，啊，现在先别着急。上来呀，剑士！十个血，好，这时候再清啊，这样难度小一点啊，你省着在高速公路上跟人打架去了。哎，这个是同理吧，压到我了。好，踢下来。不给血啊，不给，答案是 no。
哦，给血了，不错啊。扔掉，继续往前走。这个东西啊，捡着，扔了。啊，打这个兵跟大家说明一下啊，一拳一脚一飞脚正好能秒掉，但是我还是喜欢铲倒他一次啊，总感觉非常安全啊。对，虽然他会倒地一次啊，但是感觉安全一些。哎 ，BOSS 来了啊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让打倒啊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17腿啊！好，第六关啊，第六关非常的难啊，来了一种新的敌人啊，空手道，我天，中近距离无敌啊，这种空手道敌人，然后和这种远程非常牛的飞刀手配合，所以说这关啊，就开场这两波啊，我感觉是整个游戏最难的地方啊，只要你把这段撑过去啊，这个游戏感觉就啊稳了。我忍了啊，挨打我也忍了，能怎样？哎呀，飞脚！还剩1/3的血吧。感觉还行，感觉还成吧。我天！哎，他还会蹲呢啊！半根血，加了一点啊，这波有赚啊。1 2 3 4 5 6啊，这个怪扛打，但是并不难，因为他出招啊慢。没吃到血还好吧，这些血也够打最后一关了。来，最后一关，开场就打这个敌人啊，给了我一拳，飞脚啊，所谓。来来来，你又没捡到血，这，哎呀，算了，认命啊！啊，这个敌人，你们这走位我真是服啊！哇，他这个拳还是二段打啊，厉害的不要不要的啊，打一拳两响，最终 boss 啊，我天，
莫斯，你就踢他吧，是吧？好，他挂了，现在就挂了啊。那咱们通关了。这样一款手感极差啊，打击感也极差的山寨版双剑龙四代就给大家录制到这了，不建议大家去回顾它了啊，看大叔玩一遍就行了，别再找出来再玩了啊。那好吧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